闻着就够酸了，感觉。上次吃了西湖醋鱼，喝了北京豆汁儿，粉丝很震惊我这个容忍度，于是给我邮了两箱吃的。他说大箱是好吃的，小箱是让我挑战的。搞一下，今天看看小箱。我这个种类还不少，芹菜汁饮料看起来非常健康，迷惑怪味豆里边有很多种口味，旧绷带味儿、死鱼味儿。 OK， 行，等会儿试一下。葡萄城堡汽水，这个看起来很正常啊，应该不难喝吧。 OK， 果然有这个青梅精，最近好多人吃过。二锅头汽水啊，它是无酒精的，它是二锅头味儿是吧。老陈醋可乐，不是这喝的这么多呀，这是啥呀，这个怎么跟大蒜似的呢，是啥，黑蒜粉咖啡。 OK OK，这个是啥呀，烧鸡味汽水，啥呀，这都搁哪儿整的呀，喝完更解腻，不是这都搁哪儿整的呀，还低糖零脂的，都是这箱全是喝的哦。王老吉小苍兰风味，这个感觉应该是好喝的呀。藤椒味啊，玫瑰口味，王老吉还有这副面孔吗，他出多少种口味啊。一整根蜜瓜荷叶味，味死，我记得这个在超市见过呀，这又来个一整根啊，妈，一个大仙人掌，不是一个大人参，这啥呀，被压瘪了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等会儿必须让我妈也尝一下。我、哦、这是什么糖，红藤黑甘草味扭扭糖，金典沙士，这是啥意思，五系红花油，我是红花油，红花油是能喝的东西吗，像是抹药的。这还有一瓶什么金典沙士，看不出来是啥东西。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粉丝大箱子里给我准备啥了，他说大箱子里都是好吃的。哇，这个大箱子里果然都是好吃的哦。哎，这个我在韩国吃过，贝果脆片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，也是面包干啊，给我当仓鼠呢。芥末味夏威夷果仁啊，这个应该挺好吃，真不错。 OK， 全员到齐，我们来试吃一下。妈，别睡了，跟我一起试一下。哎呀，你这整的啥呀，这是粉丝邮的一堆喝的，说必须咱俩一起试一下。你想先试哪个，芹菜汁儿？你倒一点，然后我拿瓶喝。我这么点啊就倒，喝长一点就行，那么多你多倒点，你多倒点，吃多喝多了就喝不下，再来再来尝出来味儿了，再来一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够了够了，我肚子小。啥味儿啊，不难喝，没啥怪味儿。我尝一口啊，芹菜汁，闻着是一股芹菜味儿，喝多了还有点甜，酸甜哦，酸甜，不是那么太酸，甜甜的，有点小酸，它里边就是芹菜原汁纯净水。这个一般啊，这个不难喝，是不难喝吧，不难喝，好喝吗，也不好喝，也不好喝。它跟啥比，还行吧，小酸小酸甜水。 OK， 这个太简单了是吧，这个挺好看，这挺好看啊、嗯、这个是黑蒜咖啡。哦呦哦呦，这杯子挺好看，一听这口味儿，这一看不就是大蒜吗，对呀、啊、哎，这个应该就是普通咖啡感觉。你多倒点儿，整那么点儿能尝出来啥呀，咖啡味儿，我还心得有，它肯定就是咖啡味儿，但是它加了大蒜，还挺好喝呀，还挺好喝，就咖啡味儿，甜甜的大蒜咖啡，我感觉这个也不能难喝，叔叔。那它这里你看那加配料里头有蒜吗，它是不是就是这个包装整成蒜，那个包装配料表里就加了一点黑蒜粉啊、哦、还挺好喝，还挺好喝，烧鸡味汽水。哎，这味道还挺好闻，烧鸡味儿啊，不是烧鸡味儿，闻不出来烧鸡味儿，以前小时候那种汽水味儿，哎，还挺好看，还挺好喝的，挺沙口的啊，烧鸡味儿汽水啊，怎么都是好喝的呢，哎，它闻着不难闻啊，它肯定不难闻，有股口香糖味儿，跟烧鸡有啥关系啊，是不是公司叫烧鸡啊，配料表里头放了烧鸡老汤提取物，那汽水味啊，有点像大白梨，果汁汽水，迷惑怪味豆，这个是确定里边有难吃的，五颜六色的，嗯，五颜六色的。 OK， 来玩一下吧，你选一个我选一个，不是选，是玩这个转盘、啊、你转一下，对对对，转一下，黄色的桃子味儿，桃子，你别桃子味儿，它黄色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桃子味儿，一个是呕吐物味儿。别选错了，不是你选错了，每一种颜色都有两个口味，然后一个是好吃的，一个是不好吃的，就这个呕吐味儿。哎，你笑啥？我才瞅着后面呕吐、啊。反正二分之一的概率。选个淡点的。难吃还是不难吃？不难吃啊！你再嚼一嚼，不难吃，那你是不是吃着桃子味了？不是桃子味，有一个草莓香蕉，还有一个也不像啊。烤棉花糖还有一个，好像是这个，好像是烤棉花糖。对，我靠，就是有点像那种甜甜的焦焦的感觉。我来一首。
你运气还挺好的。哎，黑的你。白的。啊，生日蛋糕味儿还是洗碗水味儿啊？生日蛋糕还是洗碗水？不是，你尝过洗碗水啥味儿吗？我没尝过。哎，生日蛋糕，生日蛋糕，甜甜的。哦，咱俩运气都不错啊。再转，必须有吃到那个啥的。神锦水果味儿或臭袜子。臭袜子味儿 ，OK。这个里头花色多点的，是臭袜子吗？不是，口香糖味儿 啊？怎么有啊？水果神锦味儿。你没吃着臭袜子呀？为啥让我吃臭袜子？那不吃这玩意儿不就吃那个怪味吗？这么少吗？嗯，我瞧，我再来一个。等会儿别都吃完了，这是啥的？棉花糖味还是臭虫味？棉花糖还是臭虫啊？我咱俩运气都不错，其实。你能闻出啥味儿啊？哎，你中了！臭酸臭酸的。哎，那你中中大奖了。好像一个臭虫在我嘴里放了个屁。来个粉的。这里边选一个。好酸呐！好酸呐！酸是啥呀？哎呀，酸酸牙是啥味儿？死鱼味儿不应该是死鱼味儿啊？呕吐物味儿，应该是呕吐物。刚开始是酸酸的，后面有点臭臭的。那就呕吐物了。先这样吧，这个咱俩都吃着不好吃的了，反正是吃个这个吧。这是啥？这个什么扭扭糖，哦，黑黑的，折了咋的？啊，它折了。外国人好像喜欢吃这种糖，有股哈喇味儿，就是那甘草味儿，不好吃啊。耶，香菜籽儿应该不难喝呀，你喝吧。嗯，哎呀，好难喝呀，好难喝呀。我喝一下香菜汁儿。哦，不行，这喝不下去，这感觉还没那豆汁儿好喝。它像没有豆汁儿好喝，确实没有豆汁儿好喝啊。这个它像啥呢？我说一个你就知道了。中药咋不像啊？中药味儿。中药我还能喝下去呢，这个我喝不下去。那啥我还能喝下去呢？苦苦的草汁儿啊，能整开不？有股醋味儿，酸味儿、嗯，酸味儿，老陈醋可乐，酸酸的。就是比那个可乐酸点，酸可乐，酸可乐啊，里边加了老陈醋啊。超市里真没注意这些、啊，不是超市里哪有卖这个的呀？经典经典沙士，这个什么广东人那边喝的，好像是，我不知道。你看上面写广东人集体回忆，有汽水啊，好喝吗？刚喝不行，喝进去还可以啊？是吗？嗯，哎，闻着一股红花油、就是，对，为什么？刚开始喝第一口还行，甜甜的小汽水有点像。也一般，那行都差不多了，那是最后一个了，青梅精啊，他们说超级酸，超级酸，来吧，你先尝，我先说一下啊，它超级酸的，我看网上视频，那我来一点点，行，嗯，来、哎，太酸了，我喝口大蒜水吧。这么猛啊，这玩意儿，青梅精啊，给我妈酸够呛，已经挺多了，感觉已经挺多了，我尝一口，哎，那太多了，啊，多吗？你吃吧，我那就一点点，我都酸的哇，闻着就够酸了，感觉。我没准备好呢，你笑啥？哇，真酸！这么酸，一点表情没有，都酸，确实酸。酸苦酸苦的，有点叫什么酸呢？它这种属于应该是酸的刺激，是不是？它能卖，肯定能正常吃，只不过有人接受不了。它一入口超级酸，酸到苦，酸到发苦。我到后面都没再细品了。直面恐惧。哎呀，有点酸，有点酸，酸到我的舌头缩到一起了都。怎么样？你觉得今天哪个最难吃？什么香菜汁儿？香菜汁儿最难吃啊！对呀、啊，青梅精你还能排在前面啊？哇，我妈觉得香菜汁儿最难喝，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最难喝，因为它就是纯难喝，你知道吧？它是有点酸味儿，但是它是纯难喝，你知道吧？我是认可这个排名。OK， 如果选本期视频，我的下一句啥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我下一句是啥？什么点赞关注加三连？行 ，OK。如果选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OK， 太失望了啊！不知道我最后一句是啥？行了。